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！ 我来啦！苏州美不美？苏州太美了，大美苏州。来了苏州我就不想走，来了就是苏州人，因为我上一期留了伤口。留伤口，要了命了。永远是双鸭吗？冰镇太气让我非常在意。白桃青竹，胸有成竹。成竹耶，好看好看。你们好，老朋友来了，可有日子没见了。踏实了，踏实了，踏实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一向可好？嘿，各位兄台。哎呀，万卷风雅集，风雅集。我们负责雅，你负责风。疯了疯了，风雅集我觉得又开始了。上次玩玩这个兰亭感觉怎么样？上次录完之后，基本上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。哎呦。衣服不熏不穿啊，水不是飘过来的，过来不喝，我闻一下，别闻，你这是拿汗熏的吧？今天出门有点香水熏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古人的很多生活习惯，确实也记在我的心里了，就要置身其中。嗯，哎呀呀呀呀呀！王兄，诸位公子好，老朋友，你今天又是谁？我就是我，不一样的烟火、哎，当地的知名王才子。哦，王才子，王才子。我知道，各位都是奔着咱们的垂虹别意图卷而来。哎，今日我正带来了此画的复制品，与各位共同鉴赏一下。好好好，张公子来哟。好，有诗有画有这么多章。这幅画呢，相传啊是唐寅所作，是一幅应景之作。讲的呢就是在咱们的垂虹桥送别安徽的学子戴昭。戴昭呢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和唐寅一起学诗，因为呢为人特别的谦逊好学，也深得吴中名士的欣赏。在他学成归乡之时，才有这么多的吴中学子和才俊共同来送行，人缘好。哎，唐寅啊就挥毫泼墨做下了这幅画，体现了当时啊这些才俊们云集在一起依依惜别的那种感情。这幅画呢最重要的点，它体现了一种友情。哎，因为古人相聚的时候聚欢颜，离别的时候也是要很有触动的，所以在我们这当地呢也留下了很多的文物啊、风景啊、传说和典故，有待诸位公子一一去品鉴。这是卖什么的？服装店。哦，您好您好您好，我看诸位这一次是要去虎丘吧？正有此意。虎丘呢是东南名山，无数文人在里面流连忘返，有人在里面吟诗作对，有人在里面雅集聚会，还有人在里面做自己的房子呢。然后祝雨明呢他就曾经写过春光满郊野，五独爱西丘。这虎丘啊最时兴的是野游，而其中在唐伯虎和沈周之后，野游啊越发兴盛。这文人雅士野营出行啊最喜欢穿野服。野服，诸位可以整换上来体验一下这吴中文人的野行之趣。好呀，所以我们可以肆意挑选。对，随便随便。有没有什么建议和介绍啊？竹杖，苏东坡就曾经说过，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我相信这句话大家都听过。对，所以竹杖在文人的服饰里面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搭配。这个是劳动工具，抓鱼的鱼叉。是，所以和我们文人野服就是去游玩有什么关系呢？大家想过野服是什么吗？野外穿的服装呗，运动装是吗？我们中国话呢寄托于山水之间，山水之间无非就是农夫与渔夫，对吧？这其实是我们的一种非常高的追求，就是追求这种返璞归真、淡泊古朴之意。哎呦，哥，你的摊位快倒了，你还谢谢谢谢，扶住扶住扶住。哎呀，五六七八。本节目由冯好时饮泰气的百事可乐泰气系列冠名播出。全鸡配汉堡，华莱士吃好。本节目由国风寻味观华莱士特约赞助播出。哎呀，五六七八。
course。精彩，精彩，精彩！嗯，果然个个都是神仙中人呐。今天天朗气清，诸位又正好穿着野服，哎，可不去游览一番？好，过几日就七夕了嘛。七夕，嗯、对、哦，我也就送诸位一个小小礼物。哦，礼物、哎、有礼了，有礼了。好，送大家一个花灯。好，漂亮，漂亮。好，也可以将此灯啊挂在树梢上啊、嗯，非常应景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再会，再会，再会。七夕夜游，谢谢啦。哎，沿着小道走上楼梯。这是猫还是虎啊？这是猫妈妈吗？对不对？虎猫是不分家的。我们在虎丘遇到这样的虎纹猫，我觉得是冥冥之中给我们的一个期待。野营去啊，这跟现在露营一样。多谢诸位公子，请入座。好，诸位公子啊，我们今日呢来到了虎丘山。嗯，虎丘山啊原名叫海涌山，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呢，它只是海湾当中随着浪潮时隐时现的一座海岛。后来呢，沧海桑田逐渐变成了陆地。相传啊，先秦时代的吴王阖闾死后就葬于此，葬礼后三日，惊破化为猛虎，盘踞山石之上，所以得名为虎丘山。哦哦，是非常有气势而且有传说的一座山。那游览之余啊，我们聚会于此也不能枯坐无趣。嗯，在这里呢，我和小妹在家中的时候啊，就经常喜欢玩一个游戏，不知诸位公子可有兴趣？那肯定要参与的。好，这个游戏就叫《水浒叶子》。相传呢，是明代的陈洪绶所绘制的，上面呢绘制的是各种各样的水浒的人物。它呢实际上呢是一种宴饮当中的酒令游戏，比如说翻出一张牌，它上面有一个描述：墨雨剑张青，右下角两个字，飞送。谁才是最符合飞送这张牌当中的那个人？啊、于是呢，他就要饮一杯。只不过呢，我们不胜酒力啊，以水代替。我们要想想它对应的分别是谁，是这意思哈？其实呢，这里面是个典故嘛。哦，就是。临岸草惊风，将军夜饮弓，平明寻白羽，莫在石棱中。说的是飞将军李广射虎的故事。哦，这个非常的直接。行者武松，力大者饮。哇，力大者饮，这个很直观，这也很好说了。力气最大的人，我觉得力大者直接选出几个人来掰手腕就行。您选择两位候选人，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上，我根本都不是力大者。嗯，子义兄和林鹤兄，不知两人谁是力大者。来吧，子义、啊，试试看嘛。好眼力，那你先选一个，我们俩谁力气大的？哎，对，可以做个预测。对呀、啊，先预测嘛。我就赌林鹤兄一把啊，他不会让我失望的。好，放松。三，二。一走，哇！子义兄为何？哇！天机的，哎哎哎哎，林鹤，林鹤后发先至，哇哇哇！子义来回摇摆，左右左右，哇哇哇哇哇，不相伯仲！我的天！哇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诸位今天来到了唐寅唐伯虎的所在地。对，那其实呢，他在人生当中最痛苦的一个阶段，就是科举考试失利的时候。哦，他就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用山水治愈他自己。嗯，也包括我们其他的大家，比如说文征明。嗯，在他34岁的时候，也带着自己的一些朋友，比如说徐祯卿啊、唐寅啊，就来到咱们这虎丘山上。嗯，在这个环境当中呢，畅谈友情，品味自然，然后达到一种治愈的效果。古人就是这种状态，跟我们现代人最近流行的露营几乎差不多，就是露营啊，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、一脉相承。到了一个地儿，先把自己的一个场地给搭起来，然后就在这儿开始各种聊天说地哈。其实差别也不大哈，大家都是。就是三五成群的好友坐在一起，嗯，咱们现代露营也不就是玩游戏、聊天、沟通感情，现在其实也是一样，只是玩游戏的东西不一样。其实它最大作用就是放下手机，不再面对屏幕，而是看向彼此了。对，主要是交流，对，促进感情，这样面对面的交流才是友情最好的。没错，没错。
与朋友这种一起亲近自然，分享自己所想的东西，好的不好的，然后我觉得算是一个出口吧。人在那种低落的时刻，如果是没有三两知己，需要陪伴，能够对能够尽情畅饮，能够无所不谈，一下就觉得心胸开阔，世事沉浮，人生海海。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，不能太孤僻，也不能太热闹，要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。哎，时而聚一聚，时而静一静。对，哎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疗愈，啊。对，玉公子说的非常对。前面的卷首“兰亭”的“亭”字用了简体字。天哪，有道理啊！哦，从字体来看，这张画呢是宋人风格，落款是仇英。是，但不是仇英真迹。仇英的绘画非常细腻，于是呢，在仇英那个时代，有一批民间的绘画高手专门模仿仇英细腻的风格。我们称为苏州篇，这就是其中之一。哦。刚才那张唐寅的山水叫做西周画别，当中有一方图章叫苏州界缘。这方图章错了。你找到了？对，你还问了半天苏州。因为唐寅是弘治十年的南京界缘，所以不应该盖上苏州的章。对，第二是题款，这两张画的题跋部分被交换过。这个是沈周的郭索图。最后一张叫秋江闲钓图。我们过去造假画有一个方法叫做转山头，比如一个小名家的画，把大名家的这个题头呢补在上面，然后又衔接好，这样就变成沈周的画。就能够谋取暴利了。要趁手哦，玉公子莫非这个趁手，啊，在洞里边的脑洞大开吗？哎，所有的太湖石我都一直觉得它肯定是多少亿年前在水底下，对，它是全方位的那种冲击，它一点点冲击之后，哎，发的石能留下来的是当中最坚硬最好的质地的好的部分。但是呢，符合第二个不太像第一个标准，把玩起来不是很顺。哦，我们再去找找。哎，就这块，这个有点，我拿了。哎呦，这种石头的有好几个字，什么漏、瘦、皱、透，它都囊括其中了。哎，快把玩一下，就是它。不想要。杨公子还要再寻找一下，这个确实是很有风格，但是不符合你的调性哈。行，我留着。再我再来找一找。这个有点。哇，这好看吗？拿着再说。好了，那我们公布答案。Yes。哦，像一个人，像不像一个人的头部戴着帽子，然后织出的一个以手织额？你这样说真像，还真有点像。而且这个帽子，最关键我是喜欢这个帽子。天哪，你的灵魂共鸣就是像自己。要不然我怎么会喜欢他呢？果然是这一块被我找到啦！哎，恭喜杨公子，我们谢谢同频共振了。耶！天哪，你的 soul mate 竟然是我们杨公子。来来来，杨公子也有一件哇小小的薄礼，奉上啊！感谢感谢，不成敬意。不愧是太湖奇石一块。哎呦哇，好几块呢，黑白之石哈，很好看，很好看，我拿回家珍藏起来。同门曰朋，同志曰友。朋的意思就是一个物理的空间，你和他出生很相近，你们是邻居，这是一个物理上的相同。但是当你以后走出去，走上这漫天世界的时候，友是什么？两只右手交叠在一起，相互扶持，相伴，这才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。所以这样的友情才能更加的长久。
无中明示呢，会友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以食会友只是我们当中的很小的一个环节，但是也是我们流传下来的文化。希望今天这场以食会友能给诸位公子带来一点小小的收获。